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条片我哋开咩呢？冇错啊，又嚟开超人卡，咁又系最新嘅第六弹啊，买咗三包，唔知有冇中咗最高级嘅黑色卡呢？好，好，监制而家搣开佢啦，监制你帮搣开呢包啦。好，搣开咗，犀利啊！喂，姐姐。姐姐系咪黑卡呢？睇嚟好似白色卡啦。开，系闪卡嚟嘅，好嘢啊！呢张系 SR 卡。第二张剑，呢张系 R 卡嚟嘅，冇咁矜贵。仲有一张 Show One 金属形态，系白色卡 N 卡嚟嘅普通卡。好，第二包，监制麻烦你搣开佢啦。喺度。好，开咗啦，睇下有冇中啊！因为会中。哎呀，头先呢张已经重复咗啦，唔系两包一样咁犀利啊嘛？哦，唔同唔同，第二张系唔同嘅。无面超人 driver，R 卡，仲有呢张，哇！呢张犀利啊！呢个吓到。呢个系间嘅 capital 卡啊，呢张系 SR 卡啊，有两张 SR 卡。好，仲有一张。会唔会中多中多第一张？我而家暂时重复嘅一张，哇！竟然咁都重复咗，最咩包啦？睇下点样啦。我要买大包。哎呀，呢张呢张咧都系有 N 卡嚟嘅，普通卡嚟嘅。我有，我哋有。呢张有啦，我哋都已经系啦。好，第二张。哇！呢个千骑都系 N 卡普通卡。第三张无面超人信啦，咁都系 R 卡普通卡嚟嘅啫。咁咧，真系如果讲今次三包最矜贵就系呢两张 SR 卡，高级啲，但系中唔到最高级嘅黑色卡啊。好，咁今条片嚟到呢度，下条片再买咗继续抽，下次再见 ，goodbye。